现在早上很早啊，就起来了。今天这个老爷过五七啊，听话啊，我听话，知道吗？就在家好好待着，知道吧？好，咦，好，都听话啊，都是好孩子啊，都听话，在家好好待着。然后我妈也已经起来了，在准备东西啊。这是啥呀都？这是燕麦的不是？公拼嘛。公拼。嗯。这么多。九样。苹果。火龙果。葡萄。嗯。算了，5、6、7、8、9。9样。有个还拿啥呀？拿啥？一会买个猪头。还有猪头。这猪头我是煮的。一会儿烧个饭。还有啥？还拿汁。盆儿，我那装我不好拿。对，不好提，适合这桌子盘的嘛。好吧。这都准备好了啊。好。我骑我摩托去。好，我骑着摩托去。这边是元宝啊，这边是进贡的。我前面是我舅啊，还有我姨。先拿着一个一个拿的东西，拿住。这还得排入啊。这草有露水。这天凉的太快了，一会儿可凉。老师，好看，施工大造的，那大，比这高，比这大，站住那下来都得。那不是下边位啊？这不是右手，下边位，下边位对。二位，那猪吧，平常人弄对。照着病绳索不？往上转转。你看这房子盖的多漂亮，你可住到这儿了啊？住到这儿啊？认住门，进入他的家都妥。认住门啊，认住门啊。跟着花圈，跟着空杆，那就跟着别在这坐。另一样压到火上，压到火上的话要压不压？火上了，冷静就在火上，你三五七尺就在火上了。俺姐他俩有人准备要供，俺老娘就也烧了。谁烧的啊？谁烧谁的都妥了。不，那这部分可以先烧，因为啥？他到11点多来的，是不是？如果是他来的，我这恁来的早就可以了。恁这个恁这先烧了。不对，不对，今天是。啥带不带？他是带。哈哈，真的。哎呀，当面还得给他说去。